北斗国小家长委员会委员群还有顾问群，请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欢迎你们，请我们的委员。我们很客气啊，穿着我们的红色的帽子哦。好，再来，我们北斗国小退休的老师跟义工，请挥挥手好不好？欢迎你们。欢迎大家。再来介绍我们北斗国小教师团队，挥挥手。好。哇，今天外这个全员到齐了。好，再来介绍，这个也是我罗清国小任内的会长啊，建工汽车材料负责人陈建宏。贵宾啊，那我们由我待会再做补充介绍。好，主席致辞，我们先请您受访会接管的典礼先做一个开场致辞，请各位嘉宾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北斗国小大家长0040校长。好，谢谢大家。长期以来，北斗国小家长会有优良的传统，组织很健全，但是形式比较低调，一直扮演着全力支持学校的角色。过去一年，我们很感谢张淑敏会长对北斗国小的协助、帮忙跟付出，他的付出我们感佩万分，信徒加温。今年的校长遴选，也要谢谢张会长的帮忙跟美言，让我们两位校长遴选很顺利。那我们新接任的陈建安会长，原是我们的副会长，他为人谦和、处事圆融，深获大家的支持。他目前从事有关字面事业，经营的很成功。听说在北斗有厂，斗六也有厂，最近还在田尾拓厂，事业不断增长，让人很欣赏。可见他的事业经营得很成功。那今年他在忙碌当中愿意接下我们家长会长的职，纯粹是基于支持学校、肯定学校，还有想帮忙学校的心，还有后面的小朋友要听校长讲话哦，麻烦我们的老师帮忙照顾一下，校长讲话要听哦，要不然下次不邀请您过来哦。好，开玩笑的吧？那我们也请跟他这些这个传单的好朋友先暂时告一段落好不好？今天我现在介绍的会长很重要。那感谢我们建安兄的勤力相挺啊！
最后祝福我们所有与会的好朋友来宾生活简单清安健康平安快乐可以结合流畅今天明天后天后天的明天天天都是美好的一天最重要的是持续要关心北斗国小罗西国小还有镇上美雄的国中小这样好不好